喜你成为星际殖民地长官，你将乘坐单人飞船前往一个未知的星球去开拓殖民地，想办法活下去。星球分配倒计时，3、2、1。小伙子，你终于醒了。有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你，你的身体情况比较严重了。啊，是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那种严重吗？唉，更严重啊！现在有两条路摆在你面前，你谨慎选择。第一条，你在病床上躺几个月，然后出殡。哎，不能出殡，我选第二条路。第二条是啥？冰冻人计划。我们刚刚完成了一项新技术，把人暂时冷冻，不会衰老，也不会腐烂。等未来你的病能治了，再给你解冻治疗，你可以在未来生活。具体什么时候能解冻？有啥副作用呗？那谁也不知道，可能后年就解冻了，可能得上百年，甚至永远解冻不了。副作用也不清楚，但很可能会失去一部分记忆。选吧，第一条路还是第二条路？奶奶的，什么破飞船，没有降落伞吗？尊敬的殖民地长官江夜，恭喜您着陆成功。您所在的位置猎户座 M78 星云第六恒星系第六行星，星球重力 0.99G， 星球空气可直接呼吸，星球温度变化未知，暂时为25度。本星球殖民地长官数10万人。总结，你幸运死了，这是个环境和地球十分类似的星球，不需要借助沉重的宇航服就能生存，尽情裸奔吧。你倒霉死了，此星球面积广阔，因此分配到此地的殖民地长官人数众多，共有10万。小心你的99999个同类。备注，检测到这颗星球上存在某种危险气息，暂时无法识别具体是什么，务必多加小心。救命，我飞船掉海里了，正在往深海沉呢，这已经看不见阳光了，我该怎么回陆地？我操，我掉火山口里了，有岩浆，屁股好烫，外壳烧着了，大家下辈子见。有人吗？来找我呀，我在一朵云彩下面。我降落到了什么鬼地方？好多沙子，沙漠吗？我也掉海里了，门缝正在漏水，我要死了。基地即是您所乘坐的飞船，飞船引擎为一次性，着陆后即不可起飞。目前基地等级为0级，升至1级所需条件为活过24小时，于明日此时完成新人抽奖。果然没一会儿，聊天页面上的在线人数就从刚开始的10万快速下降到99000。这个荒凉的星球上整整1000人开局凉凉了，还不到5分钟。第二天中午，江夜被饿醒了，为了节省体力，他决定今天哪儿都不去，躺在基地里等待抽奖。这么个破星球，撸树都撸不了，目前看不出任何能发育的方式，因此是死是活就看抽奖的手气了。等到下午，基地的显示屏上终于出现了一个倒计时，距离新人抽奖还有59分钟。和倒计时同时出现在屏幕上的还有一个大转盘，转盘上划分了不同颜色的奖品区，转盘旁边列着奖品说明。一等奖，随机奖励一项特异功能，中奖率 0.00002。 二等奖，随机奖励一箱武器，中奖率 10%。 三等奖，随机奖励一箱工具，中奖率 40%。 四等奖，随机奖励一箱食物，中奖率 45%。 谢谢惠顾奖，很抱歉您没有抽到奖励，白手起家努力生存下去吧。至于特异功能，概率低得令人发指，直接成了一条线，
不仔细看都会忽略掉。转盘中央四个大字，点击开抽。时间还没到，这四个字还是暗淡的灰色。发现抽奖转盘，聊天频道里顿时炸锅了。喂，你们看到转盘了吗？抽奖转盘出来了。看到了，这奖品概率设置的不合理啊，一等奖概率怎么那么低？开玩笑呢。我操，还有谢谢惠顾家，开局不给装备玩个屁啊。佛祖保佑，给我来个二等奖吧，爸爸冒蓝光的加特林给我。武器有啥用啊，我周围一只动物都没有，没法打猎，还不如给点工具呢，抽三等奖。恶喜了，恶喜了，恶喜了，我要抽四等奖习物，恶呀。我也感觉这奖励设置不太合理呀、概率不成比例也就罢了，顺序也有问题，眼下最关键的是别饿死渴死，食物不应该是一等奖吗？30秒20秒10秒，3 2 1，开抽。江夜手抖成帕金森，深吸一口气，猛点转盘。与此同时，整个星球上90000多名殖民地长官都在抽奖。拼人品的时候到了，江夜在心中疯狂祈祷，祖宗保佑，祖宗显灵，武器、工具、食物随便来个奖就行，不指望大富大贵，千万别整个谢谢惠顾，那直接凉透了。恭喜您抽中一等奖，中奖率0.00002%。本星球的98801名抽奖者中，只有一人抽中一等奖。正在随机分配特异功能，分配完毕。您获得的特异功能是矿脉嗅觉。矿脉嗅觉即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嗅到不同矿藏的特殊气味。恭喜宿主完成升级任务，基地将从0级升至1级。恭喜殖民地长官江夜正式开启一星生活，基地已从0级升至1级。新增功能同星交易，您可以通过聊天频道添加本星球的其他殖民地长官为好友，进行物品交易，价格自行商议。将物品放于座位下的箱子中即可远程传输。基地由1级升至2级，条件为从现在开始存活3天。您抽中一等奖，中奖率0.00002%。有了特异功能就得利用起来呀，看来这附近没有矿。短暂的犹豫，他向着石头最多的一个方向走去，一边走一边仔细嗅闻空中的气味。走了足足500米，终于有种不一样的味道进入鼻子，有点像刚印刷出来的劣质书本，又掺杂着轻微的茶叶香味。哎，滚！奶奶的，真硬啊！这褐黑的石头内部露出了几块浓艳瑰丽的绿色，在阳光下显得颇为神秘。如果没有认错的话，石头里的这些绿色居然是上等的祖母绿。哦，捡着大便宜了！喝了几口水，饥饿感猛烈的出现。有宝贝了，卖出去换点吃的吧。出一把左轮手枪，赠送20发子弹，口径硕大，当爹必备。请有食物和水的兄弟姐妹联系我，快饿死渴死了。有想喝珍珠奶茶的吗？500毫升珍珠奶茶，糖分超高，很值的。我想要把铲子，谁跟我换？出10只麻辣小龙虾，请代驾来。我想要个农具全套，我这里有50刀，有换的吗？我抽到了霰弹枪，不会用呀，肚子好饿，有小哥哥小姐姐拿食物来换吗？出4块祖母绿矿石，含量足，成色好。开业酬宾，赔本赚吆喝，拿到就是赚到，求食物和饮水。牛掰，祖母绿，我好想要一小块祖母绿做小项链，可惜我没有食物换。我去，第一天就开出矿来了，还是绿宝石，大佬牛逼啊！但是我买不起，加个好友不？强，给江夜大佬倒一杯卡布奇诺。我猜江夜大佬抽到的奖励是挖矿工具吧？江夜又点开长腿赵萌萌的私聊对话框，大字输入：美女，
我的祖母绿超大的，做个项链绰绰有余，手镯都没问题。你那儿有了吗？具体价格咱们可以谈谈吗？点开曹县公民的对话框，给他私聊发消息。朋友，上好的祖母绿想来几块吧？我这里只有卡布奇诺，可以出一杯来换，交易吗？这可是祖母绿啊，四大名贵宝石之一，很多人一辈子都戴不上一枚。你以为这单纯是块宝石吗？不，这是奢华，是尊贵，是牛逼，是地位的象征。不瞒你说，为了挖这块矿石，我还失手砍掉了自己一根脚趾，差点没了命。一杯卡布奇诺就想换，这位仁兄，你不觉得亏心吗？这样，看你我有缘，也不狮子大开口，一口价20杯卡布奇诺，最大的一块祖母绿矿石，跳楼价送给你。大佬，我感觉你说的好有道理，但是我这里一共就还剩10杯卡布奇诺，你要20杯，我实在付不起啊。嗨，无妨，我这儿支持分期付款，你可以先支付10杯，等日后有了再付剩下的。好，感谢大佬，我们交易吧。你可以先支付10杯，等日后有了再付剩下的。好，感谢大佬，我们交易吧。一阵光华闪过，交易箱里的矿石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整整10杯卡布奇诺。江夜立刻开了一杯，大口大口的喝了个干净，饥饿感缓解了不少。喝完，塑料杯也没扔，放在一边留着，万一以后有什么用呢？第一块祖母绿矿石卖出去了，还剩3块。江夜返回聊天频道，打算继续推销。呵呵，在别的地方，这玩意儿还值几个臭钱。现在就一个黄星，要宝石有啥用？就是啊，眼下最重要的是活着，宝石就是用来好看的，毛用没有啊。不会吧不会吧，不会真有傻瓜去买个没用的石头吧？还祖母绿矿石，矿石那可是地下几百几千米才有的东西，这才刚到第一天就能挖出来。这个江夜要是真能卖出来祖母绿，我明天就敢卖人头大的血钻。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砸场子的？自己不想买就不买，干嘛带节奏啊？我这小本生意童叟无欺，自愿买卖，招你们还是惹你们了？气焰都很嚣张。要是由着频道里这群人聒噪下去，剩下3块祖母绿肯定要滞销，搞不好还会影响以后的销售，后果非常恶劣。虽然江夜不得不承认他们说的有几分道理，在这么个鸟不拉屎的星球上，目前宝石这种东西确实用途有限，甚至可以说暂时真是没啥用，但是为了销路必须反击，必须狠狠打击这些人的嚣张气焰。江夜有个特殊才艺，会忽悠，只要键盘在手，好人都给你忽悠瘸了。可怜啊，可悲啊，可笑啊，什么年头了，不会真有人觉得祖母绿就是用来好看的吧？不然呢？这不废话吗？除了好看还有啥？就是饰品而已，煤矿还能烧火，祖母绿矿石就是单纯漂亮。愚蠢，首先祖母绿的粉末可以干什么？当止血剂，你在野外磕着碰着被野兽挠了一下，腿上刮个口子，哗哗淌血，如果你不管，失血过多会要了你的命，你往上撒盐越撒越疼，还是要命，抓把沙土撒上去，血是止住了，细菌感染你还是会死，但是弄点祖母绿粉末上去，快速止血，休息一会儿跟没事人一样。说到底这是能救命的东西，你可能心想只要我够小心就不会受伤，止血剂压根用不上，现在我有机会买，但我就不买，这不就省了一大笔开销。阎王爷收你的时候笑着说，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。其次祖母绿还能干啥呀？镇定安神，弄一个挂脖子里，凉凉的，抚慰你躁动的心，并且还可以用来当简易货币，你想买啥东西以物易物，你手头没有对应的物品很麻烦，但是祖母绿是宝石啊，人人认的，你可以抵押过去，基本上都认，多方便。最后就是换钱，咱们现在殖民地基地级别低，只能一个星球的人相互交易，等日后基地级别高了，肯定可以和银河帝国贸易，到时候你看看能值多少钱，直接发财。其他的作用我也就不说了，懂得自然懂。卧槽，长见识了，这玩意儿这么有用呢？止血剂，这个牛逼啊，谁也说不准哪天挂个彩不是，现在也没有医疗用品了，找个替代挺好的。我去，好有道理啊，怪不得是宝石，不仅仅是漂亮啊。哎，现在低价买入，以后高价卖出，这是长线投资啊。我要换一块祖母绿，的肚子也得要。消息多的疯狂刷新，一大群人被江夜的话打动了，纷纷表示强烈的购买欲望。江夜的后台短短几秒内增加了上千条私信，都是出价的。江大佬卖给我，我出一斤腊肉。大佬大佬，我没食物，用砍刀换可以吗？我有一升水和40个鸡蛋，给我留块祖母绿。能帮忙磨成止血粉吗？我可以用一把双筒猎枪换。祖母绿寿庆，不要再找我出价了，大家晚安。忙活一天，算是暂时解决了吃饭喝水的燃眉之急，把所有东西整理放好，江夜躺下疲惫的昏昏睡觉。
江夜就带上水和工具准备去挖矿。他闻着味道又来到了昨天挖矿的地方，因为这里还是有一种气味。挖着挖着，突然冒出一阵火花，一些有黑的石头露了出来。发了，今天又发了。殖民地长官您好，此物品为碎石打火石，现在正是紧缺的时候，火源对于我们在异星上生存必不可少，这玩意儿可是刚需，目前所有殖民地长官的手里都没有能生火的东西，但是想要长时间生存下去又离不开火。晚上是聊天的高峰期，频道里消息贼多。你们有没有食物啊？我可以用斧头换啊。白天好热，我的水还剩下一小杯了，谁还有水吗？我又来乞讨了，昨天抽到了谢谢惠顾，现在吃的喝的都没了，有好心人救命吗？真的快死了。江夜看了几十条消息，都是要食物和药水的，这在他意料之中，毕竟大部分人手里都没有足够的食物和饮水，很多人都想用工具和武器换食物和水，而且价格比昨天高太多了。江夜看了看自己基地的储物箱，还剩下9杯卡布奇诺、6瓶水、4包饼干、3根法国面包，和其他快饿死的人相比，可谓富得流油。这些食物和饮水如果拿出去换，能换一大堆工具和武器。出售16枚碎石，也就是打火石，价格好商量，带着诚意来，非诚勿扰。江夜本来都准备好了，如果无人问津的话，就像昨晚一样胡扯一大堆碎石的价值，忽悠大家来买，这么多人总有上当不是听劝的。结果今晚的销售竟然出奇的顺利。江夜大佬又出现了，又开到矿了哇。碎石，我要，我买2块，大佬还自信。我去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我要买2块生火用。总共20块碎石，江夜打算自己留4块使用，剩下16块都卖出去，前2块卖给了 A 叫 B 的人，换了2瓶11装的水，又卖了4块给 A 叫卫生纸老师的人，换了1把50刀。昨天交易过的曹县公民居然又来了，江夜还以为自己昨天把他榨干了，居然还有本钱。江夜大佬，还记得我吗？当然记得，你还欠我10杯卡布奇诺。是的，大佬记性真好。卡布奇诺我暂时没有，但是我这里有一包神奇种子，想和大佬换10枚碎石。神奇种子是什么鬼？具体我也不清楚，10来分钟前我刚从别人手里买过来，还没捂热乎呢。神奇种子，这名咋这么土鳖花哨？究竟是什么种子？蔬菜还是粮食种子？不认得，就一个塑料盒子，里面放了些黑种子，大概有30粒吧。盒子上印的说明很简单，就说种的土里浇一丁点水就能快速长大。来路你放心啊，这盒神奇种子也是别人抽奖抽出来的，有个老哥抽到了农具，和农具一起赠送的，质量肯定没问题。你说这个种子是跟农具一起附赠的，咱们星球肯定有很多人抽到农具，所以许多人手里都有种子对吧？为什么这两天没见有人说自己播种了种子？很简单呀，都没开始种呢，无论种粮食还是种蔬菜都需要浇很多水吧，但是你看大家基本都没有水，人都快渴死了，哪来的水浇地呢？好，神奇种子我要了，最后几块碎石给你，合作愉快。好的江大佬，合作愉快。产品名神奇种子024，产品描述银河系500强企业拉风有限公司的龙头产品，安全转基因技术制造的人造种子，埋于疏松土壤表层，浇灌少量水即可快速长大，正常状态下为标准球体，请勿挤压，保质期18年。我的天，这也太好吃了，这已经不是神奇不神奇的问题了，简直就是奇迹。唯一的遗憾就是种出来的橘子是无籽的，否则很容易就能开辟一大片橘子林。还有最关键的问题，没有足够的水去种植这么多橘子，要想办法去搞点水来种橘子才行。江夜被雷声惊醒了，坐起来往窗外看，瓢泼大雨，下雨了，要趁着雨水把之前买来的种子都种了。我的天，这也太爽了，我得赶紧回去再买些种子才行。江夜的视线定格在聊天频道的最后几条消息上，猛地瞪大了眼睛，他瞬间明白了为什么没人说话，
因为大家都被吓到了。救命，我遇到了外星熊，我跑回基地来了，他追上来了，他正在拼命地砸我的基地门，谁能救救我？门已经被砸弯了，熊马上就进来了，他要吃我。哎呀呀呀呀，好疼好疼，疼死我了，熊进来了，在吃我的腿呢。我没有枪，求求了，谁能给我把枪啊？熊把我的肠子拽出来了，正在咬。我看见枪了，但是我举不起来，还给你们吧，我已经不等了，谢谢给我枪的人，不要再给我送枪过来了，我要死了。我遇到的外星熊是从土里钻出来的，可能是下雨土地变软了，它就出来了，大家小心，再见。江夜整个人都傻了，外星熊从土里钻出来吃人，太惊悚了，太恐怖了。虽然就是频道上几行消息，但是毕竟是真事。他赶紧扭头往窗外看去，目前基地附近还是风平浪静，没有什么活物，但在他眼里已经不像之前看上去那么平静，就感觉随时会有外星生物从土里钻出来。抓紧买武器，手头就一把武士刀，还是出于工具的用途考虑买的。但是遇到熊，难道跟他对刀吗？对不过咋办？必须有枪。江夜火速打开曹县公民的对话框，这两天和他交易最多，感觉他手里好东西不少，应该有枪。美女在吗？你那儿有没有枪啊？我买一把。不好意思呀，我这也没枪，我正到处找人买呢。好吧，那你当心，别让外星熊给吃了。也不知道他是真没枪还是不想卖，总之从他这儿买枪是行不通了。江夜又去扒拉之前请求和自己交易的私信，想找几个用枪来换的老哥，或许他们愿意交易。要是放在昨天，想买把枪几乎不费吹灰之力，可能一点食物和饮水就能换一箱子武器弹药，但现在行情不同了，枪成了稀缺资源。聊天频道里早已喧闹不堪，清一色全是求购枪支弹药的，但从他们反复发消息的情况来看，根本买不到。江夜很慌，但是毫无办法，唯一的机会就是基地升级。现在是一级基地，升二级基地的要求是存活三天，按时间来算，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就满三天了。每次升级基地都有可能开启新功能或者得到奖励，江夜现在就盼着升级奖励来吧。防身的家伙，恭喜宿主完成升级任务，基地从一级升至二级，二级基地新增功能资源售卖，基地升至三级所需条件充值10000元，能开始赚钱了。物品一瓶水，物品描述廉价的塑料瓶，看上去很干净，实际上富含大肠杆菌的水，估价1元，是否出售？一升水居然就值1块钱，价也太贱了，比冰露还便宜，还不如留着自己喝呢。靠卖水升基地得卖10000瓶，完全不现实。江夜又不是开矿泉水厂的。物品面包，物品描述主要成分包括糖、面和盐等，接近保质期，坚硬无比的法棍面包，扔到猪圈里能打断猪腿，估价2元，是否出售？5000根面包卖出去才能凑10000块钱升基地，除非开面包店才有这么多囤粮。还有什么东西值钱呢？忽然江夜想起了自己种下的农作物，按时间算现在应该长成了，把果实收回来看看农作物值不值钱呢。这神奇种子可以啊，能在短时间种出这么多吃的。这么多的玉米直接把江夜的基地堆满了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物品玉米棒，物品描述安全的转基因玉米棒，颗粒饱满，适合做爆米花，估价10元，是否出售？江夜精神一振，一个玉米棒子10块钱，这个价格可以啊。玉米出售400根，橘子出售100个，
苹果出售150个。什么？大米一粒5毛钱，大米出售10000粒。漂亮，太漂亮了，终于凑够了升三级基地需要的钱。哇，操了，我下午看到一个超大的乌贼，我现在整个人都是麻的。我被一只怪物咬了，好疼。那个怪物长得很丑，像穿山甲。江夜看到这里心头一动，快速给真拧不开瓶盖发私信。哎，咬你那个东西是不是黑色的，身上有鳞片，还会打地洞？是，他从地洞里钻出来，扑我腿上就咬，肉都给我咬下来了。大佬，你有刀吗？能卖给我吗？我怕被他咬死。不卖，我这儿就一个防身的家伙，我现在啥都不缺，就缺枪。我可以给你发我的长腿照片，只能看腿。啊？这聊天频道还能发照片呢？公共频道不行，私聊可以。你要看吗？拿刀换。江夜非常新颖的踌躇片刻，还是拒绝了。不好意思，不换。当然，拒绝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武士刀太珍贵，而是单纯的因为他是个政治人士。这种见不得光的交易，正人君子怎么可能去做呢？在这个物欲横流的花花世界里，做人要有基本的原则。不换刀的话，给我点吃的也行。照片是昨晚没受伤的时候拍的，我腿真挺好看的，而且穿了黑丝。你少来这一套，我可不是那种经不住诱惑的人，有什么了不起吗？不就是个黑丝。短暂的沉默。成交。对方很干脆，一张照片发了过来。江夜老脸通红，左顾右盼，有种干坏事怕被抓的感觉。他也信守诺言，扔了包饼干进交易仓，传给对方。谢谢大佬，居然有饼干，明天可以泡饼干吃了。紧接着一个好友申请发了过来，真拧不开瓶盖，请求添加您为好友。江夜果断同意。当然了，想法很单纯，是为了以后更好的互帮互助。